它的这些糕点哦，对对对，看起来形状都是非常原始的颜色，对，没有加任何的色素。我是专家的了，我吃一口布丁，哦，好吃哎，也要吃到下面的焦糖哦，焦糖啊。然后旁边那个深色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好好吃哦！全手工，纯手工。来，看一下你的新马明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明星打名单。